给大家看一下，咱们今天在市场上一共是拿了有17台机器，然后其中15台呢是 iPhone XR 有锁的机器，这边呢是 XR 64G 有锁的机器，咱们拿货价是1000整，然后这边呢是 XR 128G 有锁的机器，咱们拿货是1200，就是说64G 和128G 拿货价只差了200块钱。然后这边呢是两台 IC2.256G 的机器，这台机器咱们目前拿货是1100，然后如果说是要拿白色的话，就必须要搭组一台红色，所以咱们直接就拿了2台。这些机器呢全部都是一个工作室要的机器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实际上这些机器的机况他们都是比较好的，外观成色应该算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瑕疵吧。然后电池效率给大家看一下，电池效率还有92%。然后咱们再拿一台看一下，这个还有93%，就是我们刚才实际上已经过了一遍那个电池效率啊，他们普遍都是在90以上的电池效率，然后机况也不错。这是因为就是说有锁机在美国那边它使用的频率并不高嘛，然后机况保留的都比较好。如果说是无锁的机器啊，就是日常个人自用的机器，它机况就不会有这么好了。这些机器呢咱们接下来就需要回去测试一遍，测试一遍之后啊就会一块打包发出去。